梅艳芳八字紫微，命理精算八字紫微。今次我明知可能会引起术算界之攻击，因为大多数命理师都用丁酉时，包括梅艳芳本人去算命也用丁酉时，但我对过所有事情坚决用丙申，或许会揭露了一些法则，但这可使命理师立论时小心一点，小错一点。首先，八字的兄弟姊妹数是四人，丙丙两人率率中，丁丁又两人，共四人。所以若命理师肯数，一眼便看到，之后用飞星紫微对时限。梅艳芳在1982壬戌年参加新秀大赛而得冠军，高高下有齐。当年刘氏化禄入流命，大命化禄入对宫召回，所以我肯定是丙申时。其实写这么多，是因为大部分命理师都有一种宿命论，他们计算到你猜时，便说出一定差，从而使他们之算命准确。但这对命主并没有任何好处。沿用梅艳芳之例，他去检查并查出有子宫颈癌，而他怕狗仔队不去医，大有化计照本疾，放弃了西医之治疗。但其实用紫微可见大富化禄入大宅，即时有得医。我们作为命理师，应有责任去核对生时，虽然命主也可能报错，因有很多原因，如真太阳时问题、地活问题、出生医护问题等等，但作为命理师，我们有责任